阵玩的话，虽然这个英雄不是那么能 C 啊，但是还是蛮强的。我认真打一把给你看啊，我认真打一把给你看，我就当这个 AP 来打，你看一下，能够打出非常高伤害的这个墨菲特，我给你感受一下啊，认真打。这盘我的石头人将会一次不死，轻松超神，只要我不浪，并且不会因为对面的捞而上头，就绝对超神。很多时候你看我打那些段位不是很高的玩家，我经常死是为什么，就是因为对手啊他太捞了，你知道吧，他捞的你就看不懂，就很就很烦躁，所以我调整一下心态，你会发现我很强。全军出击，我现在就当这个小鱼人是 Faker。 什么意思，给我干，什么我石头人中，我选石头人是中啊，可能他觉得我石头人打中不靠谱，很靠谱的好吧，你要看谁玩，近排港谁玩那肯定不一样的。彗星一下两下舒服，不敢还手，没有蓝了，我要控下蓝，等我的彗星好，法力游戏带好，火线二，二继续 W， 他打也是皇子啊，皇子的话配上小鱼人，在六级以后，双六以后比较厉害。他这个古灵精怪能躲我的轮胎，浪费我的蓝，挺恶心的。但没关系，我们等会回家出一个那个章节就 OK 了。哎呀，炮车漏了，那我不 A 死你，我不 A 死你。闪现，好，我点燃不着急给。浪费了，浪费了，浪费了，浪费了。这波男枪打得不错，闪现交的很果断，来的时机也很好。我们先出一个这个，不然蓝不够用。好的，第一件装备的话呢就出炉灯啊，炉灯加法穿鞋走 AP 流。后期的话 C 的能力不是很强，因为他太吃大招了啊，没大招的话比较废，所以这个英雄到后期相对于队友的依赖来讲还是蛮大的。给个信号啊，不见了。他也没地方去。轮胎不能轻易丢。我贴他身丢他反应不过来。我如果离他远的话丢 Q， 他直接一个 E 就躲掉了。三级轮胎，等我升六我就不怕死了啊，抓不到我，我大招可以用来逃跑，大招也是个逃跑神技。开死你，开死你，舒服舒服，这波舒服，很细啊。好，轮胎该丢还是要丢它，把这个血量的话有闪我杀不掉，不能被勾引了，除非有点燃，他在塔下有闪有意的话根本杀不了，但是就控制他这个血量够了呀，
怕皇子来也抓不到我。如果我升六秒加点闪现大大的话，倒是有机会杀他。他如果往前上就可能是打野来了，但是我不怕的啊，我们有闪是不怕的。哎，他只能交易，他只能交易，我再骗他一个叶，可以开他一个，注意我的等级。好，有说法，有说法。这闪现交的不亏的，这闪现交的不亏的啊。痛不痛？这伤害也挺高的啊。塔皮的话不能吃，不能吃，小人马上到了，这皇子一旦 EQ 把我留下来我死了，这塔皮还是算了，回了啊，回家先出一个迷失的章节，再来一个戒指啊，再来一个戒指。阿宇非常好，别再死了。什么声音？啊，我们卢敦做出来，然后法穿鞋做出来，就出金身啊。金身一出呢，再补个帽子，然后杀人术混一混啊，基本上就成型了。这小鱼人六级之后我要小心的，他配合皇子还是很好杀我，只要鱼大中我的话啊。我现在又没有闪现，又没有大。我蓝多啊，我蓝多，现在我要控线啊，这个线出门太危险了，容易被抓死。我没大是吧，把线控好，控在塔前的话他们也倒也杀不了我。这炮车你吃不吃？还是很痛的啊，我不追他啊，不要追他，追他就容易被抓。大招马上好了，他的皇子在哪里？这塔皮要吃，皇子不知道在哪儿。哦，一个 VN 能三杀，我没想到，这要小心了啊！现在我要小心了，我的视野不太好，皇子到现在没出现过，很有可能在中路复兴。我先把左右的视野擦一下。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虽然有大，但还是要谨慎，毕竟我们是 AP 石头人，这个很脆的。他不打钱，我轮胎丢他有点痛。小心，小心他突然给我大，他只要给我大就说明来人了。我也不打你。那你不死，你没有古灵精怪啊，你没有古灵精怪。漂亮，一刀不漏，非常完美。他古灵精怪一放他就要离我远一点，要离得非常远。我毕竟 AP 石头人伤害也是很可观的，控制不好这个血量就被我秒，而且被秒的话一点脾气都没有。塔皇子死了啊，塔皇子死了。收到。好，我溜了，很舒服。先出一个法穿鞋，法穿鞋伤害比较高，这波直接刷个1900回家，把卢登做出来。我们有大的话可以考虑游走一下，刷一波这个 VN， 这 VN 有点肥了， VN 五个头。
他也没也不是说我，我这个墨菲特还不到位吗？这个发育，这个压制力，他们在吵架。小鱼人拿我是没办法了，小龙收了，我可以考虑游走一下，下路要帮一帮，但我怕我队友不太会打，他们这个、其实也还行，也还行，好像不太行，好像不太行，我怕有眼，他们反杀我。这波抓的话时机不成熟，正在呢，射手是戳球，别来，他意思让我别帮，他们在吵架。这摩甘娜明显觉得这 AD 很菜，心态有点不太好，我直接溜就好了呀，我再勾引一下啊，我肯定抓不了，我怎么搞我自己不会死的啊，我大不了一个大招跑路。这波边的话没大抓不死，轮胎痛不痛？我可是 AP 石头人兄弟，我可是 AP 石头人啊，你点我，他不相信我能扎他，他没有那么怕，但是我一个轮胎滚到他身上，他心里有数了，伤害超出了他的想象的，法穿鞋，来，可以跟他打，我在身后。这个皇子很稳，我皇子跟男枪单挑的确打不过，我炉灯了，啊，不敢靠近我，皇子来抓我吗？没有，二级大了，我好痛，有大有大啊，咱们有大，但是呢他有E，杀应该是杀不了，我可以，我操，算了算了，皇子来了，哎，这波大招放的我有点懵啊，哎，我太追求完美了，我想追求一个完美极限大，让他无法交闪现，就交的非常的快，在他落地前交的，我在等那个0.2秒，应该就大中了，太极限了，我石头人大就是要快，哎，要快，一定是你在想不到的时候大，知道吧，你要能想得到石头人放大经常会空大，因为别人会交闪现啊或者技能躲你的，我得抓一波了，我大还有20秒，这波他们要送塔强大了，我得赶快，好像有点来不及，他们先推塔，很聪明，很聪明，完了队友死了，没了，大还没好，算了吧算了吧，我大还差一点，大还差一点，这不用王子下，我不一定能秒掉，他在勾引我，他在勾引我，我知道的，但我男枪来了，你搞不清楚吧，啊，这个明显搞不清楚对吧，他没想到我伤害这么高，我满血对吧，他满血一套死他动不了，哪里有，哎，我法穿鞋加炉灯了，他绝对没有想到我伤害会直接能秒他，
这个很重要。心界驱使，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先出个这个吧。我已经是全先出竞争吧，不然我容易被针对。周边觉得自己很强，他十个头，他觉得自己很强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有点小看我，莫菲特。但我带的可是点燃啊、哦，小龙可以搞一下。这盘必须得针对 VN 啊，他们后期好猛。哎，但是我这英雄吃大招，我即使呢秒掉了 VN， 如果剩下来的队友给不了输出，那我们还是输啊。这个是莫菲特比较弱的地方，太吃大了。光靠我一个大不可能把对面全杀了，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要依赖队友的，队友不能太菜，太菜我就会很无奈。那我们玩石头人千万不能被躲大、啊、你像这个大我是不会大的，我是不会大的啊，我是不会大的。你看像这种我是不会大的，我就看你们反打不反打嘛，我看你们反打不反打。哎，对了，我看你们动不动，有个人就在旁边，你只能旁边看。我这种都不会打的，哎，像这种我大一下，我闪现拉开了，你想杀我，我不可能跟你打的呀。这文员他也很聪明啊，他觉得说，哎，好，我溜了，我们人太少。你看我不开大，这个文员一直不上，看到没有？他就防着我了，他造我伤害很高，但我也对吧？我杀不了你，我杀你队友一样的呀。我杀完你，我就不打了，我就溜了。哎，你也拿我没办法。我杀人数也起来了。这温渊现在就防着我，我不大他不上。收到。轮胎。就我，就我，就我。好，骗他一个闪。操！完了，我杀猪掉了。他倒没好。死了，死了！哎，好，非常好。非常好。打团的时候，这个 VN 是不能输出的。他只要输出，我就直接大他。刚才我为什么先大他的队友呢？是因为我先把书混起来啊。但是后面团战他不能输出，他只要上来点人，我就大他。并且呢，他肯定想的就闪现躲我大，我也不会给他闪现躲我大的机会，因为我不会在他要准备好觉得我要大他的时候大他，我不可能的。我就是在他想不到的时候大他。哎，是要晃点他，知道吧？因为一般高手他都会躲你的大招的，懂这意思吗？高手的话，他一定会用闪现躲莫菲特的大，他会盯着你，然后他一边打输出，他一边盯着你，你只要一对他有想法，他就闪现跑了。所以我一定是出其不意。所以这个出其不意怎么体现？是等会我给大家展示的。你看啊，这 VN 十几个头，装备非常好吧？啊，看出魔抗。有点小针对啊，但是这盘他输出不了啊，反正我的大是一定能够大中他的，不会让他输出的。我可以先边缘的丢这个啊，那也没了呀，这个不会跟你多逼逼的呀，啊，真不会跟你多逼逼的，你二十个头都没用的，对吧？这种被控制二十个头都没有。好，我们推一手。没事，先轮胎，边缘的 A， 伤害也还可以，很可观。好，轮胎丢一下很痛，减个速，你看这个拍一下，这个伤害，你开玩笑，太高了啊！就靠这手轮胎。好，王子在推我们的下路，我回去。有峡谷，峡谷，我们不要出什么这个。莫雷诺密点啊，我们就直接帽子，要的就是什么，直接秒你，不给你什么减治疗那些花里胡哨的，要么大发完你死，要么我死，对吧？哎，就这样，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，要么你死，要么我死。好，我们小龙团一波。不要轻易的去大 CV啊，很容易被闪现躲掉，一定要记住。莫菲特的最
最忌讳的就是你看到人你觉得够距离，你想大你就大，那是最忌讳的啊。等我不在，应该是打不过的，我不在这个打不过的。我们又少人，哎，队友不太能够，队友不是很会打。你像这种我没法上，我上了我就没了，我一上我就没了，我只能等队友到。他们想抱团，那我不过你的呀，我这溜就好了呀，这不打不了，打不了，不能用大换。这个位置嘛，他就不弹，你说都得这个神偷鬼点，就神偷鬼点，神偷鬼点全都得死啊！瞬间就是22成输，虽然我没有吃到头，但是可以讲我是最大功臣，对吧？最大功臣，这个位置大太完美了，一般不轻易打啊，只要一出手，那就全部带走。大龙小龙全吃，现在他们有点害怕我了，我有点顶不住，兄弟们，我可不能死了呀！我顶不住了啊！别搞死了，石头杀人就掉了，我溜了。小龙准备，回家，出两个大棒。就是一个字秒，哎，秒杀。这波是有双招的，我可以闪现打，因为莫菲特的闪现打敌人是反应不过来的，但如果你直接打他是反应过来的啊。所以你想要置地方于死地的话，直接就闪现打，只要你认为你的伤害够。很明显我伤害是够的，他的魔抗装还没有成型啊，他已经有一个这个了，这会默认了，开始堆血量了，他心里有数了。这波我不在，应该是打不过。但是呢，注意看我的闪现大，什么时候开很重要。哎呀，小子啊，情况不对，赶快撤退，丢不掉了，很难受。可头，这瓜皮一个个不等我。你看，这就是我所说的比较吃队友，对吧？第一，你把对面秒了，剩下的是，对吧？队友没伤害。第二呢，他莫名其妙，他直接就打，不管我有没有大，不管我在不在，你这种你没办法，这跟你打得好不好已经没有关系了啊。他们这个等于讲是一点输出都没有的，对吧？哎，这波如果不被推掉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的啊，有说法的。控制住了，好，非常好，来抱团推，好，非常好，有说法，我吃个这个蓝给我很重要，我要捡 CD， 我一场团战要打4-5个 Q。他们在纠结抢兵不抢兵的问题啊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这明显的就不要乱开，对吧？你要看一看人，跟什么前期后这个打兵不打兵完全不搭嘎了。你跑过去4-5或者是吧3-5，你这个肯定打不过呀。这跟抢兵不抢兵没关系。来，你注意看啊，来，敢输出吗？我就问你，你别人敢输出吗？你敢输出？哎，你神头鬼脸，你还真敢输出，你不是？哎，这小人好像掉线了。好，我有金身。我靠，我从头被定到尾，动不起来。金身开不出来。我们队友终于来了。AD 输出有点太低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法穿棒，穿透，好，穿透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不是，那可不是的啊！你不要想着一次性能多打几个，那没有用。
为什么？因为你是 AP 墨菲特，你不是那种坦克为队友去制造更多的输出机会的，然后去扛伤害的。如果是那种的话，你尽可能的多大几个，哪怕没有大到对面的 C 位，对面 C 位闪现躲掉或者位移技能躲掉也都无所谓，因为你是个坦克而已，你只需要给队友制造输出环境就行了。但我们是主 C， 我们是 AP 墨菲特，那就不能像你刚才想的那样了啊！说能多大几个多大几个，那不是的。万一你大不到呢？万一对面闪现躲掉了呢？万一对面就准备好了那个最关键的 C 位你没有大到呢？你大到其他的没有用，知道吧？不要怕，我在。好，情况不对。我们这波注意看，先给轮胎。威恩敢输出吗？你敢输出？你敢交 Q？ 你敢交 Q？ 我也不上，我队友跟不上，我也是不会上的啊。那这波先收个头。哎，我把你队友打死，你怎么说？我一个轮胎滚的你也吃不消的呀。来，风筝，听见你风筝，我一个轮胎你还能风筝吗？风筝不了的。哎，神头鬼脸的，觉得自己打得很好，装老师傅，一个轮胎直接三分之二，出魔看也没有用。来，我们一波推掉对面，多帅呀！哟，别说新人，不要装老师傅啊、哦，在老师傅面前不能装老师傅。好，看能不能一波。如果不一波的话，我们可能算了，队友不选择一波，我们还差500块。为什么叫我芜湖 BB 机？很烦。我再跟你解说，你说我芜湖 BB 机，那我不解说了。我不解说，你又看不懂，对吧？你有很多细节又不知道。我的大招没学，学错了，学了个 W， 但没关系，我升17就好。他们还在吵啊，还在吵。现在已经打回来了，就不用吵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剑姬，快来呀、啊！不来吗？这不好吧？这样怎么搞啊？这不坑人吗？这不坑人吗？这个？这队友不在坑人吗？哎，这队友不在坑人吗？我先溜了，这肯定打不过啊！我走了，那我管不了，靠他们自己。还行啊，还行，我是选择闪现把伤害打出来的，没有闪现大招跑。他们把技能都丢给我了，嗯，上路拆掉了也还行，对面三条龙，大龙这边搞，哪次剑姬坑呐、啊？这就是坑呐、啊！你说你团战不来，你带的话，对面来了你也不整，这坑吗？这伤害你吃得消吗？你完全吃不消啊！来大龙搞起来，大龙搞起来！我现在没有三级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队友，直接就打了吗？行吧，那我得必须得过去了，他们暂时出不来。这边现在有近身了啊，有近身了，想躲我石头人大招，我不会轻易放的。我要真不行，我就把他队友秒了，对吧？我大招只要不开，别人就不敢上，啊、嗯，就是威慑力，我站旁边站着，他就不敢输出。我站着旁边站着不开大招，就会让他颤抖。这个药水795的法强、啊、这一个四不克当砸下去就是1000，一个 Q 技能砸下去就是750，彗星搞一下对吧，800多，再加一个800，小2000，2500、2600的，再接个平 A 接雷霆拍击，退给我，退给我，我蓝马上没了，我太需要蓝了，我不是一个肉，我是一个法师啊，减 CD 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一个轮胎能打个小700-800，开玩笑，熟悉队的魔抗也能打个600-700，更何况我现在有法穿了，我有虚空之杖了。威恩已经被我打得不敢轻易输出了，那、又死了一个，像这种就很尴尬。来，先打你猴仔，先打你猴仔，贴身的你还想开近身不？不存在的事情啊，就找你一个空档期，你想开近身。
那肯定是不会给你就开的啊。游戏结束过去跳个舞庆祝一下胜利，他有金身开不了，我第一时间我不放，我看你打不打输出，他也在看我，我第一时间打他就噔一个金身啊，我又不是傻瓜，我不可能打你的，我就贴你身的时候你对吗，我打你你能反应过来吗，你反应不过来啊，勾引他，哎上当了啊，非常好，以为我是傻瓜，哎不帅啊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这个不能浪啊，这个不能浪，跳个舞，哎多帅啊，不是这个 VM 买金身不用，